渭南十一日讯，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为威省捎来一千七百九十三万令吉拨款，其中一千三百八十万令吉将用来建设巴东丁宜消整局，解决当地缺乏消整局的问题。占的二点八公顷的巴东丁宜新消整局预计在明年三月二十四日动工，施工期两年。尼可敏说，这间新的消整局非常有需要，在此之前，巴东丁宜并无消整局。 居民仅靠治消队进行消整工作。建成之后，它会减轻八都、郊湾、双溪、八甲和高渊消防局的救灾负担，实现政府消防队十分钟内赶到灾场的目标。他表示，该消整局是在第十二大马计划第三阶段获批，为 C 类消整局，拥有许多基本设施，包括操场、训练塔、物流仓库、能源变电站、化粪池、垃圾屋、闭路电视系统。 一辆多用途面包车、办公设施等。他说，巴东丁宜销整局建成后，将可涵盖周边多个州一席，如巴当拉浪、五拉毕、马张武莫、五吉丁雅、五吉淡问、双溪巴甲和爪夷。尼可敏金武率队在三度到访宾州，走访威南县五个站点，包括到珍珠城巴沙视察屋顶提升工程，五吉班卓巴沙视察巴沙转型社区礼堂工程。 五级班卓低成本组屋屋顶维修工程，五级班卓文化提升工程，高原港口篮球场工程。尼可敏金武到高原港口为篮球场主持开幕仪式后，在记者会上强调，这里没有补选，地方政府爱的关怀是传达给滨州每一个角落。他在两年内第三度造访槟城，带来拨款超过两亿令吉，充分体现昌明联邦政府与滨州政府携手同行。 合作无间的一面。他说，滨州面积虽小，但出口额占全国三分之一最高。他相信，在滨州首长曹关友领导之下，滨州会继续蓬勃发展。所有拨款项目，除了建新校整局，全部都要在今年内完成。出席活动的包括滨州地方政府事务行政议员方美来、全国新村发展委员会主席邱培栋、房地部秘书长拿督、维拉诺阿兹曼。 地方政府局总监拿督法兹利、威省市长拿督阿兹哈及当地社管会主席周同泰等人拨款威南展开数工程，除了一千三百八十万新建设巴东丁义校整局，房地部还拨款在威南展开以下工程：国家房屋局 JPN 一威省 M p n g e n g 人民祖屋粉刷工程五十万令吉，校整局 JBPM 二新建巴东丁义校整局一千三百八十万令吉。 新村发展委员会 BKB C JKT 三高渊双溪及蛇新村道路拓宽、重新铺设工程及排水系统提升工程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令吉。地方政府局 JKT 四威南县打西珍珠城篮球场建设工程三十万令吉。五五级斑着巴沙一楼改建为社区礼堂工程一百万令吉。六珍珠城巴沙屋顶提升工程五十万令吉。七 五级斑卓美化工程二十万令吉，八威利斯里次福园排水系统提升工程三十万令吉，九打西珍珠城巴沙的公共厕所提升工程十二万令吉，十非穆斯林宗教场所 r i b i 修缮基金，威南高原德教会镇基格十万九千四百令吉，高原福利会十九万一千八百五十一令吉，张角天后圣母宫十一万五千六百令吉。 高渊广福宫福德正神庙二十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令吉，Ruma Bahala Sri v e r a Macalium 二十万一千零三令吉，爪夷福德祠爪骨卫生所十八万令。